还是交往中，但是我现在的主要还是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然后感情部分就是先搁着吧。那有要再结婚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先不要怕，很害怕的。因为我现在只想说，等下半年可能去动卵这样。我还是希望可以有小孩，只是现阶段可能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之后就要进组啦，所以也没时间。明年看看吧。最近感情还好吗？感情就是过年要到，我们要见家人。见什么家人？还会去鹿港。对啊，帮你卖饼。我跟你讲，我一直觉得感情不算是我的全部，因为我还是事业心比较强，都还是交往中。但是我现在的主要还是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然后感情部分就是先搁着吧。是住一起吗？没有啦，没有住一起啊。我家就是浅浅跟黑宝。那你狗还是会托那个前夫在那边照顾吗？还是会啊，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没有时间照顾的话，对。但是因为现在其实在台北工作，其实我都有办法照顾我自己狗，可能是之前去台南都比较麻烦。那男友不会说怎么狗给他照顾不给我照顾？我觉得不一样哎，因为我觉得，跟前夫就是像，就是已经就是家人啊，我们就是家人了。对你的辣照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没有任何反应，是我们反应还比较大。对对，谢谢你们一直帮我写新闻，感谢。那有要再结婚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先不要怕，很害怕的。因为我现在只想说，等下半年可能去冻卵这样。现在已经十月了。下半年冻卵，对啊，明年来不及，下半年检查身体好了，检查身体，明年冻卵。我还是希望可以有小孩，只是现阶段可能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之后就要进组啦，所以也没时间。明年看看吧。会参加他的告别式？会啊，就一样。有公布日期吗？还没，就一样。跟你们同期的有因为这件事在相聚，我们其实都还是会互相联络，然后就有说我们要一起就是去送他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